转过来一下。哦，探险前喝饮料喽。喝好喝吗？你喝什么？红茶牛奶。我要红茶豆浆大杯无糖少冰。今天的探险非常特别，今天会有一个新的算来宾吧，我相信应该是一个勇敢的受试者，要来感应一下，不然人家说我们的影片好像在那边自导自演，我们就请一个具有所谓的灵异体质的来感应一下。经历了这么久之后呢，我们终于到了。那今天我们非常特别，我们是用骑摩托车的，因为想说这个地方可能停车不方便，然后我们就直接骑车过来，所以说今天路程会比较遥远一点。铁卷门进来之后，我们就把它先拉下来，以免去打扰到附近的住户。小琪，就是之前我听你跟我们说，你本身从小就有灵异体质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体质大概是到什么样的程度？我可以看得到、听得到，然后也可以感觉得到。感觉得到？对，了解。所以你这样子，目前在一楼，就是案发现场是在二楼。对。那你有感觉到灵异体大概在现场？有。老师还没有用，哦，还没把它弄的。对，好，这边感觉废弃的时间应该很久了。屋主没有再接手过，所以屋主没有住在这边，所以那个流浪汉才偷跑进来的。所以这个是前屋主他们留下来的。嗯，对。你坐到哪里？站在这边，我一直隐隐约约闻到有。味道从楼上传下来。嗯，这个应该是吃的。那一罐是那个腌菜头啊。哦，散落满地的香蕉。这边还有两副眼镜。小琪，你之前勘察的时候，你是自己一个人过来吗？对。自己一个人进来。对，就是11月五号过后。哦。了解。那你自己当时进来的时候，有发生什么怪事吗？当然一定有。是什么样的状况？就是想吐，然后有感觉到。那你有看到他还在二楼那边？就是你。然后就是他的五官就是很不好看。了解。他的灵体，他的五官不好看。这边都有撒一些那种符纸哎。小琪，你是说法师还没来处理吗？还没。那应该有可能是这边附近有人过来这边杀的。嗯，后面也都是。哦，这边都是。你那时候来的时候没有吗？没有。你那时候来就有。对。然后那时候我跟走进来的时候，他那个很莫名的，他自己在那边晃动。嗯。对。你自己来的时候有看到？就是才刚走进来，然后他就自己在那边晃动。小琪，嗯，他们当时流浪汉是有在这边洗澡吗？没有，这边已经屋主你在这边住的时候就已经断流断电了。哦，因为我刚才在那个浴缸有看到那个毛发。他可能自己买那个宝特地自己洗澡的。小琪，带我们上去吗？好，小琪带我们上去好了，来。不好意思打扰了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这边好像是放衣服的地方。来，你借我过一下，这边有点挤。
这边废弃的时间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2005年过后就没有人居住，然后流浪汉是在几周前才在这个地方住。小琪好像开始有一点反应了。嗯，同样身为这样的体质，鬼哥应该认为是正常。还 OK 哦，不行要讲哦。好，上去。我觉得上面这一层才是。嗯，先让鬼哥也把这个焚香拿进来啊。所以我们闻到的这个味道应该不是垃圾的。哇，味道超重的。刚一直都点不起来，还蛮悬的。Abby 已经受不了，不要待太久，先拍其他地方，再会装。通往楼顶，加快的，上去看一下。好，小琪，这边可以上去吗？可以。有放金子跟香，再来再给他看。等一下，我准备一些饭菜，然后就用他这边的香稍微拜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开始感应。我们先下去好了。哦，受不了。我再跟他们一起上厕所。那味道太难接受啊。我们现在在一楼这边等待小琪感应。然后其实刚才一直有听到小琪一直在咳嗽。鬼哥，这好像有点严重。小琪，你还好吗？叫鬼哥，鬼哥，我叫他都没有回答我，然后他现在你看一下，状况有点奇怪。你先上去好了。小心，小心。小心，有听到吗？小心。